站在抽烟头讲。你可以帮我拿鸡肉卷到嘉义给我付五百。啥办好？你没有了，我又没有要回嘉义，而且我帮你拿回嘉义五百也划不来啊，除非有顺路。你礼拜二去民雄买就好了。礼拜二在民雄，或者是礼拜日去斗六啊，斗六比较近啊。这次真的要结束了，真的要休息了。五百美金，哎、欸，五百美金说，如果是五百美金，我半没半，我就给你上了。五百美金就多少台币了？我应该要过去另外一边，要不然我过来这边。虾饼啊！哎嘞，我问一下哈，我别个北大下面人用厝的无？北大伊？我知。哎，我买差不多一包块白菜，够买几包酱？一万五，不用，一万我就帮你送下去了。重点是没有这种人啊。他走了。那你找到什么工作？做便当盒，在外面。纸盒那边的。纸盒那种。对啊，这好像都是人家的盒啊。吃便当的不是有那个盒，要用那个盒子。那个是纸盒啊，那个是用纸盒啊。哦。就比较单纯，那、啊、我哥有朋友在那边做，他所以哥不用介绍你进去这样。应该他没有在那边做，他介绍给我在那边做，那、我都是早班的，就是七点。他是三班的，对，他也是三班的，只有我是、分艺这么好、哦，做便当的，他也跟巨大一样，就是没有停机的。那、我就选早班了，我干嘛又要？可是他不用轮啊。他都是早中晚的，中班、就是、他都固定的、就是。那晚班应该比较钱应该比较多。晚班他应该都是这样讲的，就是晚班还是会钱会比较多的。对，我也不知道了，因为先要多看看。一定的啦。晚班都是他没有像遇到都九点多，他是十一点的。不然你这样，你过十一点就是隔天的啊。对，哇，你这样休很久了。在。还没有两个月了，很久了，这样算很久了。对啊，一个月多应该算久了。嗯。因为我去外面找都找不到了。找不到工作。这是很难找的，就算找也是超多。你现在几岁？78，应该34。人家年现在人家都蛮要年轻的。然后到了一个年纪。再过去就不知道找不到，就要慢慢找啊。运气。OK 了，各位，准备关播了。感谢各位收看，明天太平见了。雷婆，你怎么这么实在？他们已经在攻上面了。你们在说什么东西？哦，那飘到很准通。你很还有人吗？有，还有147。147258369，对不？听下嘴康哦。哦。147258369，高康。我拢无贷款。对。这些。款贵。孤高椅飘飘，啊！你电话够我哈咯？啊？够我度用，无够的铃声。啥物件？电话啊。电话安那？够我度用，无够的铃声。铃声我无够，我袂记甲讲。爱看咩啊？迄落个。我袂记甲讲，也无叫名。对啊。大叔心累。又没人要你的钱，多省。谁？
现在吃好不好？好啊，来了，我你讲好。可能早起态度比较差，没有啦，有些是个人习惯问题啦。这我之前有跟他讲过了，就是可能很难改吧，我也不知道。熊熊都要凉起来了哟、喔，好多热到要死，今麦变凉了。看查某囡仔。啊，那个开始聊天啦。啊，无啦无啦，其实人吼，白沙拢无啥开啦，你知哦。我知啊。哎，你也知啊？骗啦！我不做鬼老师，我哪不知道？你做老师？无啦，我真的。老师做一种的啊，嘛无一定讲袂使你啊。老师几落十种的呢，难讲真的啊。健康教育的嘛，我知啊，第十四课嘛。你是教十八招？哎呀，你是健康教育第十四课迄个。教健康教育的嘛。